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凯旋。那因为我是一个下半身比较容易水肿的人，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，按摩脚的小秘诀。要解决脚水肿的方法，通常我会先用手来帮忙。然后呢，因为脚这里有个骨头嘛，我们就顺着这骨头往上按，按。那大腿地方比较难处理，所以我会用一些小道具来帮忙。它是一种石头，顺着你的淋巴穴道也是一样往上，然后刷几次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红红的，然后这边就是代表你有积水有水肿。刷完之后呢，我会再用手，也是从脚跟这边小腿的地方，再从下面往上擦一点乳液会比较好用，往下带一下，带一下，带一下。然后按完呢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左腿跟右腿差很多，就是不同的粗细，但两条腿都要按。